我来了来了，开饭开饭啦，兄弟们，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晚上吃什么。你皮皮啊？加马金米呀？有噻。来来来，一起了解一下啊。嗯，这个是我丈母娘。这个是我小舅子，那是阿姐，老丈人，还有皮皮蛋，给你们看看吃的是什么？罗嫩烧饭。哦，一袋20000。这个东西可不是蚂蚱，兄弟们。这是蝗虫啊，兄弟们看清楚啊！哦哟，是油菜。啊，市场里面买的。不不不，快不给。哎呀，我去。嗯嗯。快不给。怎样？好不好？这是什么？ No no no。คนไทยก็กินคนไทยอืมจะบ่กินอันนี้ละป้นปุ๊บเขาจะบ่กินตัวเนี้ยนะกินข้าวอันนี้ละป้นปุ๊บ这是一个蝗虫嗯这里是一个鱼这个是烤鱼烤鱼然后再用水冻一下然后这边搞了个黄瓜然后这道菜这道菜是我最喜欢吃的鳝鱼就是在市场里面买的丈母娘特意买给我吃然后老丈人学着我们邱大厨的厨艺学习了一次然后今天做给我吃来我先尝一下皮皮交给金德尼们交给金德尼将来快给金德尼我来我啊我来嗯嗯嗯，有一说一，这个做的可以啊、哦。三五，好。嗯，对。关灯。嗯，多。看一下我那个小舅子，叫不养我啊？哎呀，我靠！小舅子也喜欢吃黄虫。啊，你喜欢吃是不是？好。然后给你抓一只。哇哦，这里不塞。哦，对的。这里弄一点塞，这小的好吃一点是吧？嗯。咦，多，看嘛，给你塞一个，这个烤鱼好吃一点啊。好了好了，开饭了开饭了。我还是多吃点鳝鱼，不多。皮皮跟多尼暖暖吧。啊？妈妈给吗？那行了，我们开饭了。叫跟多尼光带吧。我带，他叫不跟多尼换。他跟，来来来，我是红了他好多次，让他吃一点点，他不尝。来来，不给。来来，那他说这个东西长得像蛇一样，他怕。啊，完了！你这个也是希望到时候去了湖南，怎么生存呢、啊？